Hello， 大家好，我是 Hannah， 我来自 KL 吉隆坡。我是在去年的7月份呢参加 DQ 的孵化班，然后在8月份正式加入 DQ 这个大家庭。我在 DQ 已经差不多满一年了，目前是第11个月。在这段期间呢，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除了一些护法知识以外呢，我也学到了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电商，怎样拍 video、edit video、拍照、做素材图等等。当然在这里我也结交到很多很 nice 的伙伴们。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在这边最大的收获是我学会了怎么样去投资自己跟经营自己，然后我也在里面呢找到了我一直很喜欢很热爱的事情，它燃烧了我的热忱，然后让我找回了最初的自己，让我有更明确的目标。我很喜欢公司的理念， DQ 的理念是通过生命影响生命，女人去帮助更多的女人。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我会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然后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我也谢谢公司给我的这个奖励，这个奖杯给我一个很大的肯定。然后未来的日子里面呢，我也会继续努力制作更好更棒的素材回馈给公司。谢谢 DQ 哦。